有人问我，这个为什么在修道果的时候啊，有七个刹那，七个刹那？请问师尊，什么叫做刹那？一刹那、二刹那、三刹那，一直到七刹那。哇，这下子我差一点被考倒，因为刹那是代表时间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一刹那就是一下子，一弹指就是一刹那嘛。那这个刹那，七个刹那，各境方便知会相系，清净方便相系之故，须三刹那，对不对？然后清净智慧相系，故须三刹那，各个清净须一刹那，一共有七刹那。请问七刹那是什么？人家问我，我问所有的上师，啊，你用神仙，你用神仙，同你计划，福开道，啊，因为一直是因福开道，哦，啊，好，旁边有人给他解释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就不要问了。还有谁？莲子上师在吗？啊，什么叫做七刹那？那是七种劫受一起产生。七种劫受，他讲是应该是七种劫受，很快的产生。好，请坐，谢谢。Yeah. 还有人吗？你们谁知道的，请举手。七次的意思。七次的意思。七次的意思我也知道啊。我告诉你，自然法而本然的放光七度，一刹那就是放一次光，因为你把明点放在头顶上了，它自然法而本然的，它会放光，恰恰恰恰恰恰恰，就七次了嘛。放光七度，这个是我知道的，但是上个礼拜没讲，所以人家问我什么叫做七刹那，就是放光，你知道放光也是一刹那嘛，对不对？放光下啊，像你们那个好像是说有那个卡梅纳啊，有会那个会产生光的，那恰恰就是放一次光。就是恰恰就一次光，恰恰就一次光，一共有七放光七度，那是法而本然，自然它，你这个明点放在这顶窍，自然它放光七度，就是这样子的。